今天我们要 review 的就是那个 Mandy 最新的 burger， 来拿进来。没有，一人买。Mexico chicken， 然后一人买一粒 burger， 加上我们穷，没有钱，所以我们只能负担得起一人一粒阿拉卡。来起来，可以吃了吗？等下，先啊，我们看他的盒子。好了，还要讲盒子，我饿了哦。他的盒子就是盒子哦。那直接可以讲不？还有东西讲，就吃饭了吗？有，它印到很美，所以那么贵。因为，然后里面还特地包了一张比较特别的、特别的那个纸给你。可是我不懂，吃起来是有跟墨西哥女生啊，里面放了很多那个多维多，它的鸡肉特别大，特别大块，你们看，这是真的比较大块啊。可是有差过，我觉得这是真的真的鸡米糕，就是哪种，是什么工厂鸡啊？嗯，就比肉好吃很多，口感很好，瓦萨比的感觉。这鸡很脆，超好喝的。你如果没有咬到碎碎牙，你这样子大块大块吞啊，会啃到。你要咬碎吃这个，记得把它咬碎，要不然你吃下去你会觉得整块东西在那边。放了酱我算没有吃到，它里面还有放一块鸡给你。平时我们吃的假拉饼的话，是不是会很酸很呛？是因为它是加上了芝士那些，所以它不会像我们平时吃的假拉饼的那个味道，那个假拉饼的 sauce。哎 ，bro， 而且哎，我们吃东西好了再讲。讲很多盘子，很多都没做。可是它味道没有很重，讲真的，那是否有钱人呢？像我们这种，那你付得起？啊，是真的不错啊！如果是十分里面，给他六分。那它的味道比南方的麻婆更好吃。来，你要给他七点，给我一样给六分。猪肉啊，番茄啊，还有你买的。如果你们恶心恶心的，你咬这样子，你还要给钱啊？还有你，你看我们的 review。就到此为止了 ，OK。我们一样吃我们的，你们自己买，没有你们的份 ，OK。不要弄到我电脑跌下去啊！I don't think so.